随着美国房屋贷款利率创新高，不止三十年期固定贷款平均利率攀升到百分之七点二三，且相对于二零二二年同期的百分之五点五五，上升幅度惊人。对此，金融专家弗雷迪麦克分析，变动表明三十年期固定贷款利率相对于之前一期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一现象引发了经济学家的高度担忧，因为利率在短期内持续上升的趋势可能会延续下去。主要原因之一是市场上的房源库存太低。 且观望买家越来越多，因为太多人都不愿意在高利率时出售房屋。且随着住房负担能力下降到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上，这同时也推动抵押贷款利率超过百分之七。对此，房地产市场首席经济学家乔治·拉蒂乌认为，在联准会未来货币政策的持续影响下，预估抵押贷款利率还会继续上升。对此，买家不论计划购房或重新融资，都需要精心评估。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